桃花和丽帕斯一样美，拿去给他的话肯定会很开心的吧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帮帮我们吧，我们被暗算了。帮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被丽帕斯暗算了。啊！我们的特工转化器被丽帕斯夺走了。他好像是故意接近我们的。丽帕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。我要去本部确认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给。嗯。间谍作战大获成功了，把特工转化器的能量全部抽出的话，迷你特工队也无计可施了。终于实现我野心的时刻到了。已经按你说的做了，现在放我走吧。嗯，当然不行了。什么？这次你虽然合作了，但你也是前任迷你特工队要员，不能轻易放了你，把他扔进监狱。还有，立刻抽出能量。放开我，你这个骗子。放开机关枪变形，大丽帕斯还好吗？我没事，不过我其实是你的事情我都听司令官说了，现在我们出去吧。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却背叛我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抓住他！不要！丽帕斯！啊，不得，真是对不起。丽帕斯，丽帕斯，醒醒啊，丽帕斯！看你们的样子，不要。